好，道次介绍，第三道惠登中学，第四道宜兰高商，第五道罗东高中，第二道南洋女中。 好，现在竞赛场上进行的是高龄轻功的接力决赛部分。 罗高、余商、南女中、惠登中学，同学们加油！ 好，各位观众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竞赛场上进行的高女1600公尺接力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棒，最后200公尺的部分。啊，请到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罗东高中。 以上，那么罗东高中这边，这边的话，我们高女1600公尺接力是由罗东高中所保持的4分01秒30，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突破哦。好，第一名参考成绩4分04秒16，好，选手加油！